苏迟，我一直以为你不会变，可是我错了。你的身份变了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。我怎么可能会愚蠢的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变呢？ 怎么着，真戒酒了？经过上回那事儿啊，我是下定决心，痛改前非，一定要把这酒给戒了。你说吴总对我那么好，我要喝酒自己出点事儿没关系，不万一把他给害了，我这辈子就后悔去了。重情重欲，够爷们儿。那是，这叫将心比心。凡，你也算救过我一回，没有你的话，吴总上次就把我给开了。这次来深圳。 有什么，我能帮到底。尽管开口。还真有。什么事儿？除了你们瀚海之外呢，我还想多认识一些有购车需求的单位还有车队。这你可得多帮我介绍介绍。这你找吴总啊？他管你可广了。你找我就找错人了呀。我现在呢，不能去找他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华汽。 马上参加你们瀚海的招标会，我这个时候去找吴总，被别人看着，这不是害了吗？你这人想事还挺全面的。那好吧，我还真认识一些车队的朋友。下面我就带你去找找他们。那就太好了。哎，这样，你喝饮料，我喝酒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敬你。客气。来，干！茶三郑了，茶三郑了，茶三郑了。 三证在了吧？我敢不带吗？查三证了，都配合一下。同志，请出示一下您的三证。同志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 现在走吧，那咱就不害怕了。继续喝。三证，我把三证拿出来。哎呀，三证。两位同志，请出示一下你们三证。你呢？哟，警官，又是您啊？这我三证。怎么，还没认识？咱们之前打过一次交道了。<笑>不对呀。 哎，我这糊涂蛋，这不喝酒也犯我。怎么，又拉车里了？嗯，我等你啊，兄弟。走吧。哎，不是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上次就是您抓的我们两个，后来别人给我送的三证，您才把我们给放了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别让他上那警车，怪丢人的。他那车就在那儿，我现在去给拿去。既然他被抓过一次了，就更应该随身携带三证。你说对吗？ 走，你快点，我等着你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，快点。哎，装好了，记得随身带好。 以后我可不想再在这儿见到你们俩。给你添麻烦了，走吧。哎，走。兄弟啊，今天幸亏给你栽过，要不然我又抓瞎了。你还真是我的大救星啊！哎，这话你可说话啊！要是没你，我怎么能再碰到吴总？要是没吴总，怎么参加瀚海的招标会呢？车给你开过来了，在那儿。哎，钥匙给你。 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参加竞标的还有那个威曼，当然有了。那个威曼的女老总，也因为没带三证，跟我一块被抓进来了。哎呦，她喝多了酒，现在人还迷迷糊糊的。哎，小周，你说的是沈佳？我听吴总称她沈总，应该就是你说这人吧？你先走吧，我不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
干啥？找我有事吗？对，我现在在深圳。哎，你怎么又来深圳了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个。沈夏没带三证，被带到南山派出所来了。你赶紧去他办公室看看，找一下他的三证过来接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们俩又……别废话了，赶紧找他三证去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去。哟，警官。看着吧，这女人嘛，一定要细心。以后记得随身携带三张，啊。麻烦你了。走吧，我开车送你回家。我打车送你回去吧。谁都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回去。我送你，我送你。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。为什么又来深圳骚扰沈家呢？不是跟你说过了，让你以后别再来了吗？我来深圳是销售我们华记的新款重卡。还有，我纠正你一下，我对沈夏不是骚扰，是忘不了。